这次任务对咱们镖局是生死存亡的问题，所以咱们把戏要做真，全全削到肉里边。来人，抬上来。 我害怕，我害怕。这是被他干的。嗯，我们要变成这个样子吗？对。那这个样子简单呀，直接传我，不用坐会儿我就能做到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好。咱们就出发了。出发。四位镖师来到预定的截镖地点。 老镖头重振镖局的营销大事件能顺利成功吗？再把任务再交代一下。一会儿龙武押镖贴这条路路过，你们负责埋在草丛里，切记啊，一定有路人多的时候进行下手。OK，进行截镖，让人看到我们截镖啊，这样才能有效果。好，还能展示我龙武的功夫。龙武啊，尽量手下轻点，留口气就行。明白。 我在十里外等你们，好，你们等待你们凯旋归来。OK， 我都看不见人，我也看不见。前面不要暴露。嘻哈镖局，见者闪避。哎，有人，有人！你们听我口令啊！上！上！站住！哎呦我！哎呦！来！大姐，死路是我开，吃素是我栽，想跑死路过。留下货，把箱子卸下来。留下来。是要人。